我哋可唔可以今生今世都喺埋一齐？嫁俾我。先生你好，我哋玛利二借钱十月全城筹滨州，借一万还一千，系咪好抵咧？系好抵，不过咧，我而家咧九月尾就扑街死噶啦！你个优惠可唔可以？今日系十月三号啊，先生。有啲咁嘅事啊！你仲嚟呢度做咩？既然佢将呢几日嘅嘢忘记得一干二净，就趁呢个机会改造佢。每次你老婆唔喺度，都会叫做心肝宝贝噶。唔系啩？喂，哎，你唔使执啦，三条头倾夫二岛，笋尾唔知几多柱自己数。咪住，你争我钱喎？几多啊？咩啊？食嘢唔使俾钱啊？三百六，用咗两个胶袋加一蚊。系啊，放水啦，收信咗个男仔。喂，我几时同你个 friend 搞埋一齐噶？我明明就觉得佢系个男人扮嘅。好 cheap 啊你，人哋真心中意你噶。下次跑马，你同我跟两场啊，跟两场啊。其实我哋之前沙漠王子睇电视会讲啲咩歌？点啊？拉唔拉得住啊？拉得嘅，唔到啊！包咗拎完嘅领先咗啊！开始啦，西马龙就顶外顶啊，同佢一齐顶包包包包，进进进，计尾就跑第一，靓跑王跑第二，跑第三，九啊九领先嘅，收钱啦！都冇，似乎系计尾走再一。该帮我过翻晒啲钱入户口啊！全数系咪？系啊！哇，条狗好得意啊！系我同你养嘅。我是负责处理两位离婚的叶玉卿律师，同埋系柏丽芝小姐的现任男朋友。虽然我哋长短有别，但小便能够入埋同一个尿兜，都叫有今生冇来生。我哋已经绝咗交。吓，连我哋都绝咗交啦！哇！你个仆街！我就唔知点解，我醒翻擘大眼，成个世界都唔同晒。本来属于我嘅嘢，都已经唔属于我。你不是应该帮我找回回忆吗？我记得之前跟你看过那套戏，个男主角是这样帮过女主角的。现在不是拍戏啊，这里不是台湾啊，我是一个很普通的香港女仔来的。你去找这个心理医生吧，我已经没有在帮到你了。